拿来我三十块钱。再几袋腿儿，哪里北灯？卖北北灯的都会。东城县人知道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哎，哥儿，给你个酒。哎，把那个刀子拿到我那里嘛，就三十块钱。洗碗就不烫。我也三十块钱房子吃。吃快了吗？你喂的个？啊，你喂的是吧？乖哟，真去吃。啊，哎呀，好乖哟，你看。嗯。这儿呢？啊，这里是。嗯。我那个那有个路过。要小点，又带那个小的在里顶，我们住的。我说你就是我都不是什么事。你这也是黑，是他都黑了，姊妹家出生的，是吧？你再回答了你，回答了没有？回答了，亲自喊一声，要得。不管，来一个。十个，哇塞！你一出该出。哎呦，买牛头了？啊！哎呀！他那不在吃什么？那炒的你吃着呢。要的。啊，还点油。我这搬那地方去，好弄。对。我累了。那你整的哈？五块钱吗？五块的。哎，煮饭卷噻。你穿好就养的。养的肉条。对对。那会儿咋还穿人吃了？嗯。这样的吧，要的快一斤哈。啊。儿已经没吃了。哦。一斤我的母鸡啊，要三个月左右。还有两个。哎，好多斤呢？十个啊，只有十个哈。那这还有啊？要一斤快钱一斤了啊。十个小头儿，九十天哈。不太。也九十天。嗯。好。哎，这颗。我上头的叫法。哦，在那刚刚几头的时候走。你看叫，一下子叫。肯定像没听清噻。呀。十大十个哟。哇！我把我的全部来奶奶只能吃的。可以。走。我的鸡儿，我的鹅儿，我的鸭子，都可以噻。发展腿要喂好多。多少是几袋？三包多一三包半。